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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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接着昨天所谈。那我们在谈这个时候，稍微在，因为有的好像昨天没来，那我再稍微叙述一下。我们这个谈这个用意啊，最主要是这里面有一个精神，包括今天刚还在跟几位法师谈到，有人对所谓的大乘佛教，包括阿弥陀佛，认为是太阳神。现在到处在放这个 CD 是吧？在宣传说这个阿弥陀佛是太阳神。那当然，有的人就会认为大乘非佛说。但我昨天有谈过，你要下这个赌注很大，因为你直接要否定的是历代从印度以来到中国这么多的祖师大德，这么多的这个智慧者所肯定的经典跟修行，乃至他们用心投入的修行，你把它否定，你认为他们难道都颠倒？是佛灭后几百年的人所以他们现在流传的经论的那种智慧，以他们那帮靠近佛陀，他们都信受这样的法，而我们现在的人竟然在2000多年后引用的非常零碎的资料拼凑的文献，就将这个道理给他否定掉了。那这个否定掉，昨天我们谈这个是龙树菩萨所说的无间等诸罪啊，悉集为一团啊，所有的无间罪都无法成对于毁谤甚深经典跟坏人菩提心的这种罪啊，都是无法比拟的。就是说你把所有无间罪都还没有抵到那个，这不是威胁，因为你只要了解发菩提心其实是成佛的根源。我们待会会谈到，其实待会我们就会提到了阿含经，很明显阿含经，但我相信声闻法不会否定是阿含经啊。那阿含经里面很明显讲到佛跟阿罗汉不同，果上不同，必然因有所不同。所以我昨天不是问大家吗，在声闻法里面有没有你们那么找到成佛的路？我可以很直接问你们，能不能说去问一些阿罗汉乃至一些南传的法师，说你们有没有成阿罗汉的路，有没有成佛的路？有没有？你问他们有没有怎么修阿罗汉完了怎么修成佛？啊，没有，没有，没有阿罗汉完，阿罗汉就入灭的啊，入灭就是他没再作为了，他断生死，他怎么修成佛？但既然阿罗汉不是佛，但阿佛怎么成？所以阿含经都讲佛前世为菩萨，阿含经说的。好，那你现在把菩萨道一断，那不是成佛没了？成佛没了，三圣没了，三圣没有了，众生受苦无量，火种断了，众生普遍的利益也断了。这么一个断了以后，所有的法找不到根据了，是不是？这才是最为悲哀的事。所以我们刚昨天有谈到，像现在我们佛亲会，对不对？
是不是也都是基于菩萨的发心？啊，对，虽然我们里面有不同的对南传藏传的修行的，但基本上都有一份护教护法推动佛法的那种菩萨发心。从北传佛教，日本、韩国、台湾、大陆，乃至还有很多国家，包括之前的斯里兰卡，这些很多都是大乘。这些为佛教留下的命脉，如果你把它否定了，假如我们现在所有大乘道的佛教都把它灭掉，你说现在佛教像什么样子？你能不能想象这个？所以我昨天不是谈到这种里面其实出现很多的论证上的不足，而且狂妄，而且灭于事实的，灭于事实。而你现在第一个一个最大的灭于事实，你很少用心去思考。因为我就讲说，所有在诽谤的人，请问你是不是真正进入到对菩萨法的了解？其实很多不了解，很多都不了解，他根本没深入过。好，所以包括我曾经看到一位美国的一个，他出家后来他还俗，他是在南传，后来他接触了大乘法，那他就问南传的一些长老大的，有些长老大的说很好，可是有些东西又说不行。可是我后来看他的对话，因为在描述者本身就描述错误，这个叫以讹传讹。其实他描述大乘法的时候，他描述错误，所以导致了很多判断也错。那他透过别的描述而说大乘法不究竟，因为你得到的资讯不对啊。再过来，你不曾真正深入过。我们可以这样问，如果有真正深入的，我还没看到，是不是？好，第一个我们昨天也谈到那个文献，其实是文献里面啊，我看到有很多文献是这样。我们昨天不是谈吗？佛法属于除了只是从表象的事迹去谈佛法的时候，变成很多东西真正存在这个世间的一些运作，包括我昨天谈到，如果你纯粹只以文献来看鬼道、地狱道、天人、阿修罗，你根本找不到资料，你无法去论证啊。你用一个世间极有限的资料去论证，你忽略了，像比如说有人说龙树菩萨有到龙宫，好，那有就是啥，这当然是神话，那我认为算是神话。但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叫神话，就像我们昨天有谈到日本的学者，因为这种思想都受日本影响很多，他们不认为说佛是从异下下来的，他说哪有可能，他违反人的那种。我说如果你这么认为，神通完全等于是不能承认的，天的东西也不能承认的。所以这处在一个极为肤浅庸俗对佛教的看法，完全是用凡夫角度在看事情的。照你这个角度，如果你接受，等于否定了一切修正，是不是？一切修正都不是用科学可以验证的吧？你解脱，你要怎么去称重？对不对？龙树菩萨不能到龙宫，那我请问，天人灰行自在有没有可能？以现在我们也说有的人证阿罗汉，那你跟我看看，你阿罗汉的价值，所有的神通是不是完全被你否定了？你知道这么一个否定，我把所有的圣者都打为凡夫了。所以这个资料的一种采用是极为肤浅，而且都是用世俗人的眼光，而且这里还有什么用片段的资料堆砌的。你注意仔细看，我说你稍微留意一点，就是说他们所得的资料，你说这样的资料凭什么得这样的结论？根本没这个资格，充满了个人主观的臆测，而这个臆测里面还带着什么态度？带着对凡是大圣经典在描述菩萨藏的一概否定。所以在阿含经里面，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
那中间有一个叫真阿含，真阿含在描述菩萨法很多很多东西跟菩萨法相应的，他们只要看到这一点，一概说真阿含不是纯阿含。凡是在证明的，就是以实际修证证明的，以文献证明的，凡是不符合他的主观的立场的，一概认为不实在。不然你看菩萨上有没有结集？有，但他认为结集，他们现在采用的资料基本是以南传的资料为主文献，而这个资料已经经过2000多年的这种资料即使极为零碎，所以充满臆测，而这个臆测最后的结论是断言，所以断言就十足肯定。我不是讲说极少的文献不能做这种太只能推测不能断言，但现在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研究的人啊，我一直很鼓励大家多学点英明，太多不能如理思维了，太多感性的，我们讲诉诸权威的谬误，不是一个如理思维的恰当比量的。所以这里面很多只因为他是权威者讲话，这中间资料的证据的薄弱，得到的是一种很断然的结论。其实我们如果稍微懂得逻辑的讲说，你没有资格讲这个东西。好，所以我就讲说，第一个资料上采用了偏颇，论证上的不足，种种的一切。你看哦，在我们经典里面有一个叫分别功德论，也早就讲，可是一般不采用。他怎么讲呢？他说因为有讲五藏，五藏第一个就是金藏、论藏、律藏，还有一个叫杂藏，另外一个叫菩萨藏。他讲菩萨藏怎么样？他讲说活在世时，阿舍世王问活菩萨行事，如来具为说法啊，啊，具为说法。然后舍王问佛何谓为法，答法即菩萨藏，诸方等正经皆是菩萨藏中事，先佛在时，在时以名大士藏，观音大士的大士藏，阿难所撰则即经士藏，后头的才是阿难用他回忆的。佛陀当初已经，当然大士藏也是阿难结集，不，阿难护送出来的。但名为大士藏这个菩萨藏的时候，已经叫藏，就是聚集了。这时候佛在的时候，已经讲这类经典叫大士藏。那在其他的藏是没有集成藏，是阿难护送以后大家命为藏。可是如为菩萨藏是佛在世已经确定为叫大士藏，已经叫菩萨藏，这是分别功德论后汉那时候翻译出来的，那更早，对不对？很早。但我们现在这也都忽略了。好，那这样的一个忽略都是变成采用资料的偏颇。所以我现在在讲说，我其实的用意，我们谈这些的意义在哪里？我其实就像我们在讲大圣起信论一样，我要大家深信大圣，因为这是你的功德。因为我们现在普遍，我们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啊。有一次我在佛学院啊，很多人说，我说你们要学声闻法，我不反对，我也支持，但在这里不要否定菩萨法。为什么？福缘大殿里面呢，就是世尊，再过来就文殊普贤，你现在吃的就是大圣的饭，你又不高兴可以离开，你不要毁谤，而且你吃的就是目前来，其实很多都是大圣行者、大圣弟子积极护持来的。曾经有一个比丘一直在批评菩萨道。你知道他批评菩萨道都在哪里？都是跟大圣寺庙借道场的，吃用由人家护持，然后气人家、用人家的、骂人家。你不直接感觉到说，你现在的这个受用，正就是菩萨行者人
积极护持而来的，是不是？结果你还他，把他否定了。当然我们其实也无关系，问题是这样的诽谤，以我们目前现在的佛教结构，你知道有多少修行方法全部停止。我用一个简单的道理，其实所有佛法，包括瑜伽师利文讲说的一切佛法，都是依众生颠倒施设出来的。大圣经典有没有说见，就是跟阿含经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中论也讲如来性是世间性，其实见等于是见法见如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你在毁谤大圣的时候，你忘了这个法，比如说阿弥陀佛，我们好了，阿弥陀佛是不是太阳神？老实讲，阿弥陀佛存不存在？就算不存在也没关系，因为阿弥陀佛你不要相信，佛佛你就要相信就好。为什么？其实所有佛不是都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我们都是依如来的道理，就像经典讲，依如来意，依如来正法，这杂阿含说的。我为什么现在都以阿含经？因为你这样就没话说。依如来意，依如来正法，佛随念的时候啊，可以入涅槃。阿含经里面，佛随念可以入涅槃的，你找看看。所以我们念佛其实是取如来意，如来正法。就算阿弥陀佛这个不存在，但你以阿弥陀佛的方便来意念佛功德，那还不是意念如来意如来正法，以如来所生随喜心，从此生七觉知，有何不可？那你为什么要否定一切法？不就是施设吗？只要我利用这个施设，你令众生受益，你为什么狠心割断？何况他更是成佛之道。我觉得啊，请问你把大圣否定了，菩萨道否定了，那你也开一条菩萨成佛之路？不要，你说你不要菩萨道好了，那你至少说出成佛的路吧。你这里路要挡，那里路不开，你让佛不能成，因为种子没下。种子一不下，那未来的佛如何成？这不是魔说吗？你等于是断佛种，断一切众生利益呢。所以我说，一事实上很难交代。现在广大的佛弟子，不就是依着菩萨道的精神在修持吗？你把它完全否定了，你将令多少众生失去利益啊？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个时候不再是情绪之争，我也无，因为我对声闻法我是很欢喜，但我只现在要讲说，大家不要失成佛利益，不要失去了成菩萨、修菩萨道的广大利益。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观念很清楚，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过去我们在学习当中，尤其在很多的教育里面，我们最喜欢用文献的东西。我们竟然在这种文献的学习当中忽略了修正者超越时空的价值。你看那个圣公会，天主教的圣公会，他有一半的神父不相信神上帝的这种神通啊。其实相不相信神通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宗教者对他所修的那种超越世间的这一份他不相信，其实代表是什么？堕落，庸俗化了，世间化了。世间化很容易让人家接受，但请问如果活一点超乎世间的超越三界的能力都显现不出来，我那活不是走在人间的学者？所有你相不相信活的神通？你相必相信可以活不受三界的约束，那不受三界的约束不是神通广大吗？那你如果一定要用世间法来角度来看的话，那修行的意义等于是全然不见了。所以这些学者他站在西方的立场，站在日本这种读书人的立场，但在我们的宗教师的立场，我们现在其实佛教不是宗教，它是觉悟的教育。
你对他能超越三界的这一份能力你否定了，那修行的意义不是全没了，是不是？这个你看，其实这是一种堕落，一个对自己修行信仰，这不是信仰哦，这是对佛法你为何了解这种修行的感应。我们修行不是为了寻求，有的人说不寻求感应，我说 不贪着感应，当然是感应哦。我们的感应是为了解脱，你想解脱其实容易啊，不是啊，不再轮回，不再受世间约束，这不就是在某个意义上也叫神通了吗？对不对？结果你把它否定了。所以我们现在进香，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个活弟子在学的时候，我们不加抉择的在接受这种思想。当我们把佛看得很亲切的时候，把佛的那种解脱的价值也不见了。那我们也采用了这种文献的说法，我们也采用了大圣原来是佛弟子缅怀来的，不是佛说的。你一开始我就讲说，当我们认为大圣是佛说，但大圣经不是佛说的时候，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把树干照顾好，把树叶照顾好，但把根断掉，那不是断根，是断根啊。你就算把树干你在树叶上浇水，但大圣的法如果离开了大圣经，传承没了。假如大圣经只是一个后面的衍生出来的，它毕竟不是佛说，因为必须是依佛说才是法流清净。那法流一旦断了，就算你把树干照顾好，枝叶照顾好，但断根了，等于大圣的传承断掉了。当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竟然充满的是这种想法，我们若不自觉，你这样，当我们在采用这种观点在跟人家说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说自相矛盾了，已经自相矛盾，这个是极为要特别留意的。但我们现在普遍佛教里面的那种对这种观念，已经在我们所谓大乘佛教里面都建立这种观念。所以我昨天不是问吗，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现在又要就这样，毫不考虑，就是，对不对？你如果阿弥陀经不是原始佛教，现在如果说阿弥陀经不是原始佛教，他还在念佛的，你就他那过来，如果容许的话，我打你两巴掌好不好？他说为什么？你矛盾了，对不对？阿含经不是原始佛教，讲白了就是不是佛说的嘛。那不答案就这样，那你为什么念佛？你说那是从演绎过来，我说不管啦，我说有到底有没有啦，我讲白，我不没时间跟你那扯那么多。请问阿弥陀经如果不是佛说，那阿弥陀极乐世界思想源流在哪里？没啦。如果大圣经不再是佛说的话，我们这个千百家大概大殿很多要拆掉，我们这不是还有观音诞吗？阿含没有观音哦。我们现在所有在做的，大概有机会你就可以把很多寺庙拆掉，普贤菩萨拿掉，好，那个文殊菩萨拿掉，地藏菩萨免谈，全部没了，是不是？因为你非得从大圣经找到源头，否则你去哪里证明它存在呢？所以大圣经本来从历代里面，你看从那么早之前，这些人你看到，我就讲说，你说瑜伽师地论，你说大智度论，你说种种这些论的大德，你看他的思想，你好好不要带心存成见，看他对佛法四谛十二缘起的论证的通达。然后依他们这样的智慧，如果还能颠倒，那我也不要信了。这种智慧的人都看不清楚真相，那我何必信？是不是？没意义的啊。所以我就想，人啊，其实现在人极为肤浅、狂妄，但狂妄、傲慢也是你的事，不要断众生慧命。这个过失难收回啊。
啊，你把我本来可以往生的这么一句话动摇我的信心，从此我不能往生，你干脆枪毙我死一次，你害我不能往生，生生世世永远轮回，我这个账找谁算？而且现在是你这种理论还在网络里面，现在还普为流传，一一断这些。你看有些老太太，他们就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念阿弥陀佛，他们一念阿弥陀，就算他们阿弥陀佛是假的，他们是不是充满对佛的皈依？你为什么要怀他？那你说他不对，好，可以承认不对，那你给他取代啊？你们给他，他能接受的，不能。那不能，人家念阿弥陀佛，至少后面还有个佛字啊。他还能依着三宝，结果你把他毁谤了，他什么也不能依的，你何等残酷啊？对不对？你有办法说，你不要念阿弥陀佛，你念其他的。我们家老菩萨，你跟他讲缘起性空，空，空什么？我有些在佛学院有个学生讲说，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要讲阿含就好？我说你跟你家老菩萨讲阿含好了。我说你会不会跟你家老菩萨讲阿含？他说没办法嘞，因为我跟那阿含，他含什么？他说要含卤蛋呢，还要含什么？他怎么知道含什么？对，他当然像我们来讲，观音佛祖，这个最有力的。观音佛祖虽然是很世界、很民间化，但有效啊！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在一般来讲，反正毒很多的会中毒多了，那些哈、哦、从来没毒的用功得很好。我们现在听了很多思想，两类人，一个受影响的，一个是很聪明的信下去的就中毒。那有些人是听了很多，从来听不大懂，所以他胃肠不大好，有听没懂，所以没中毒。这种人是因祸得福，他因为他听不懂，很多都听。他说：“哎呀，这个佛如何如何，那个经典怎么？”因为他搞不清楚，所以他念佛还是很虔诚。我说：“这个福报大，笨得可爱。”这个都没问题，但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第一个采用的种种过程里面，从事实、从因明论证、从比量论证，种种太多缺憾。所以我现在希望说，我们不去跟人家不压抑别人，没有压抑，因为这个，因为连声闻法我们都应该要护持的，这个都没问题。但我们应该要同时护持大圣的命脉。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必须要现在必须自己站稳大圣的立场，同时要厘清这个观念。否则的话，我还是用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要否定大圣菩萨道，那你至少在否定之前先为众生开出一条成佛的路。在你没有建立成佛的路的时候，请不要破坏毁谤菩萨道。为什么？至少他还有谈到成佛之道。你把他否定了，路怎么走？是不是？好。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接着来看啊。其实啊，昨天有法师也跟我们讲，包括有居士昨天也来跟我谈，他说，其实他们在接近很多的南传长老，他们都承认菩萨道，都承认。很多都承认，他们只是就如大圣经典所说的，他们说太难了。他们说这个生死苦，真的就如大圣经典所说，他们承认菩萨道，但他觉得成佛太难，我们称阿罗汉就好。典型如经典所说，所以你不要以为南传的这些长老他们承认菩萨道很多，只有我们这些半吊子的在否定大菩萨道哦。阿含有没有菩萨道？你待会看我念就知道，都有，是不是？所以他们知道，但他们有没有否定？他说，其实他们很多没否定，他们只认为应该这样。你看哦，
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之外，另外还有那个哪个经典啊，那个是法藏部，这都是声闻的，他们都列入菩萨藏，诚实论菩萨藏，法藏部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谈的菩萨修行可丰富了，是声闻法哦，但谈的菩萨他就比较没有，我他讲的菩萨是果上的诸波罗蜜，他不是像我们开给他初发意菩萨，他认为菩萨就是果上的，但菩萨的定义严格一点，但有没有承认菩萨那可多了，你不有机会那大毗婆沙论你看200卷里面谈的是声闻法，但里面充满菩萨的波罗蜜，他们没否定的，所以我说这种东西已经在道理上其实是共同的，几乎是绝大多数的公约数，只是你不修而已，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倒过来回谤。我是没时间拿那个资料哈，日本是不是很多就像那个很多的那个早期的学者都在部分毁谤了，但其实日本有一个学者写了两大册的在评破大圣慧佛说，两大册找出众多的理由，所以你看这个源头也在这里，很多都是日本佛教这个他们的学术是全世界最鼎盛的，但堕落也最多的，堕落最多的。我在那边，所以我去那边是去了解一下学，其实当初也不是为了去那边读书的，是因为某种因缘想要远离一下去了去那边了解一下也好，但其实我重点不在那里，但我看到我真正佛法的知见不是从那里得来的。我们看到佛法的那种衰败啊，学术的东西啊，他们人品不错，但在佛法的解脱这个道理越来越走，其实已经变质太多了。中国佛教的东西，天台的东西跑到那边都变质掉了。他们对声闻法的火，我们在天台里面，他对声闻律是很重视的，到了日本这个都否定了。所以火定的早期火定的也有种下了以后明治维新之后出家人，当然是政治迫害一种，再过来现在没迫害，他们也都没在守声闻律了。其实在菩萨界里面，他其实声闻律是纳在律仪界里面，菩萨法没有纯声闻律，因为他不以声闻心修声闻律，但有没有声闻律的内涵，有声闻律就是在律仪界里面，他另外还有饶益有情摄善法。好，那我们现在在谈呢，就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很多东西啊，它这个很多辩证早就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经典，因为我经典我不会取大圣经论，我只是开头讲东树菩萨这么说，我是举例，假如你相信大圣的话，就要注意毁谤大圣，往生没机会。很多人修到最后，有一个人修四念处，修到最后生重病，他就说：“那我生重病以后，那我要去哪里？”他们说：“回归自然，修四念处回归自然，那不是外道。”当然，这不是一般人的看法，这个看法当然错。但很多人在禅修修到最后，因为现在要禅修可以，但其实有些东西还是要很细分别。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声闻法，乃是修禅修，乃是菩萨法里面，我们现在的佛教里面很多充满什么，你知道吗？充满想象啊，就是不务实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说修归修，完全进入是宗教的想象，跟现实深受心法的观察是脱离的，所以再怎么修只是在那里玩弄，这么玩弄，结果这么一副玩弄的时候，发觉我们并没有真正对治烦恼。有的真会修的那没问题，
我的意思说，很多其实修到最后并没有很明显清楚为何修这个法，结果它慢慢淡化了，发觉我们修了再多年，最多是众人天福报，其实烦恼对治很少，就算你禅修再多，也不过是玩弄禅修而已，玩弄禅定。好，很多我知道很多人修禅修到最后开始不得力的，老年无禅修，病了，老了，盘起腿，腰酸背痛，对不对？这时候本来禅修是降伏烦恼，增上你的慧，可是现在变成身体也不行了，功夫只是在那个禅修，但没有借着禅修更进一步的建立之见，哈，降伏烦恼。结果等到他现在功夫退下来的时候，花姐开始不安了，见没见立嘛，所以对生死有挂碍。这时候怎么修禅定修不来的时候，他想要抓个东西，结果因为之前毁谤，现在怎么抓都不敢抓不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人本来都毁谤念佛，后来想念佛，障碍重重，因为你曾经毁谤。有的人说，我不念佛往生，我只要修空观，那时候我就会好死一点。你修空观还怕死，再怪哦。修空观的是因为无老死亦无老死尽的，不是吗？你今天虽有，并不是否定生死，是知道生死为无明相应，实无生死，你应该顶得起来。结果你修空观、修四念，就是修到最后。有人在教四念处，到最后临终的那病苦的时候，跟他讲无常啊，他说：“你不要跟我讲，我已经跟人家讲很多了。那你修观心无常，观什么的？那就观假的。所以有人到临终的时候，往往病苦了，因为太轻易轻忽这个生死的障碍。在为什么会念佛，你知道吗？”因为是对懦弱众生，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念佛法门除了有除罪，菩萨也修念佛，但还有一大功德是为什么？对怯懦众生说，他有个抓住。你说那个不究竟，不究竟，不然你给他究竟的。你，我们有做临终关怀，有法师就讲说，临终的时候跟对方讲如何修四念处。你活的活跳跳的时候，四念处都修不来，那痛的要死，你跟他讲四念处你都修不来，你可不可以讲这种话？你知道对一个没学佛的临终什么最有用，就是归信三宝。不然你去看阿含经，我们讲说，我们昨天没讲那个啥，几孤独长者，他临终的时候，临终前几天是苦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尊者去看他的话，是应该是舍利弗还是谁，我忘了啊。他跟阿难去看他，先跟他讲的是什么？三皈依。先讲的，那几孤独长者是正三果人，后来受记正三果。但尊者去跟他讲的是什么？讲三皈依。讲归佛、归法、归僧，讲完了以后才讲缘起法。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列太多。在众生颠倒的时候，其实佛经常鼓励他们归佛、归法、归僧。请问念佛是不是就归佛？是不是归法？净土的菩提心，净土里面的这些种种的殊胜啊，八正道这些法。皈依僧，因为啊，诸上善人，他就是皈依三宝啊。他只是用另外一个你能接受的方式，如世尊所说，然后赞叹这个法门，让在这个法门生欢喜的时候，行的是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的本质就在这样。你现在把它否定了，那请问，我不在乎，法无定法。定法非法，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你如果觉得他不好，那你给他好的，你给他我都随喜，但千万不要，不能给他，却要坏他已经安稳的法。
这是很没良心的事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经典怎么说。所以这种东西啊，现在人啊，因为有能力啊，电脑打一打，文字就送上去了。我看你弄得好好，弄不好，这个过失收不回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论文写来写去，我们当初写很多论文，我们都不敢上丢出来，为什么？怕不成熟，误导众生，一误。所以像以前我在审查论文的时候啊，有的人老师说：“哎呀，好难得啦，让人家过啦。”我说：“要过很简单啊，分数打一下而已啊。”但我就跟那个写论文说：“要过也可以啦，哈，不过你这个论文一旦交出去通过，可能就会被放在图书馆，就会上网。等你老一点，看到它很有问题的时候，你撞墙都没用哦，因为被很多人下载了。你要以后后悔还是现在后悔？现在后悔就是好好再修改一下。如果你现在就急着要过，我也无妨啊。但因果你自己负哦。为什么？现在东西一旦上网，收不回来了。任何一句话讲出来，必须要深信因果，要观察的仔细一点。几句话下来，你讲完拍拍屁股，但你知道有多少众生受伤害？这一点你务必要考虑在内啊。好，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经典我怎么说，因为我不是讲说他毁谤，那我们就一一从大圣的教理行果来看嘛。教经典根据，理他所说的理有没有违背佛说，他所行的，他所证的果的，我们就依简单教理行果四面来谈，来看看大圣如何是非佛说。你哪一点可以证明他非佛说？反过来，不但不能证明，而且只能证明是佛说。好，我们要印给你，因为大家知道就好了。好，第一个，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我大约我没有很多整理，因为最主要是让大家知道阿含经。我为什么不取大圣？就像昨天我们讲的，我们跟基督徒在引导基督徒，我们不会讲说佛这么说啊，经典这么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哦。你再去拿经典，你这时候对这个不相信的，不能用教证，不能说佛说，你要用理证道理，懂吗？所以我对一个不能接受大圣的人，我不会引大圣经典，我会引他能接受的声闻经典，对不对？这个昨天讲的，我们先依共许法。声闻经典你承认吧？但要是有人现在不是，我说现在不是有一个叫说某某比丘的，现在连有些东西都跟你否定掉了。所以啊，你哪里站住脚，他哪里缠。所以你看，用这种观点，凡是大圣有力的证据，都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他假的哦，这个很方便。只要说他假的，你就怎么跟他谈？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毒的，他把你有效的证据直接跟你怀疑说假的。老实讲，他也没办法证明假的，他只是狂妄的说假的，对不对？那好，就算假的，那我现在举阿含。当然如果有人讲说阿含也假的，其实他这个问题就出现到把所有的佛法都皆否定掉了，是不是？那我至少还站在阿含。好，我以阿含，那当然 没话说了吧。一般来讲，好，我看啊，藏阿含经，如果他们讨厌真一阿含，那我就不说真一阿含，你看我多委屈啊。你要跟我讲长阿含不行，那我就要讲中阿含，再不行我就讲杂阿含，在这个四阿含都没了，那我也没话说了，那我就找南传的啊。他如果找南传又是错的，那你就直接否定佛教就好了，不是吗？你何必躲在里头以魔 以佛弟子的形象去做魔的事情，把大圣经否定了，那陆续把南传的法也否定了的论的看法，乃至阿含经的部分，现在日本也有把阿含经给否定的。那到阿含里面就有一部分是阿含，好，他嫌他，因为他全否定，人家不能接受，他就否定剩下一点点。那这么一点点，还能用吗？
其实变相的谤佛毁我、啊、所以我想在经典里面讲说狮子身上虫就是这个问题。佛法不怕外道哦，佛法怕的是相似佛法，是怕的是狮子身上虫，是怕这个。所以我说这些有心颠倒的人，他错也就他错。现在是很多佛弟子都是善良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退失自己的菩提心不打紧，还开始跟他帮大乘法啊。他知不知道，如果他有机会照我们现在慢慢听的话，恐怕他第一个要先忏悔，是不是？你被他这么一说，你几时真正了解大乘的殊胜？所以我说我敢怎样讲，你认为大乘教理经证，另外一位教理，你认为大乘法哪里非佛说，任你谈。我不是很懂，但我想还起码照家的书，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到的《长阿含》里面谈，童子告曰：如乐闻者，谛听谛受，当为如说。告诸天曰：如来往昔 为菩萨时，不是为初果时、二果时、三果时、四果时，不是。长阿含说的，如来往昔为菩萨时，在所生处聪明多智。他讲说如来往昔是菩萨时，他没有讲思过时。阿含经好，同样因为光一个长阿含，那不小心掉进去的，一定会有人讲 那不知道是传译过程当中不小心被人偷偷放的，好吧，好，碰到这种人我也只好勉为其难。长阿含，我现在当然先讲长阿含。佛告阿难：凡是地动有八因缘，何等为八？讲到最后有几个我不谈。阿难：若使菩萨从多率天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地为大动，是为三也。就是佛刚从多率天下来的时候，会大地震动。复次，阿难：菩萨使出母胎，从右胁生。阿含说的，现在连日本都反对了，他非得要母胎才属于正常人，什么都正常的就佛就变成凡夫了，那干嘛成佛？对不对？从右胁生，专念不乱，则普地动是为四。复次，阿难：菩萨初成无上正觉，讲菩萨初成无上正觉，当以此时地大震动，是为无也。有三个震动都是在讲佛下生、出胎、成佛，大地震动。讲的是什么？菩萨、长阿含。另外一个《长阿含经》讲菩萨逆顺观十二因缘，如实知，如实见，即以座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菩萨。光长阿含，杂阿含呢？杂阿含也有，一般人比较相信杂阿含，那现在杂阿含也有。他说，杂阿含里面有讲到，他是另外一个讲法哈。他说，有些我没有列出来，不过这里啊，如是比丘。我说此譬，今当说义。灰者，所谓灰色的灰者，所谓三恶不善觉，云何三？欲觉、慧觉、害觉，这是灰，灰色的灰。何者？为三爱，爱何？什么三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叫做何？譬喻。我讲灰蒙盖住的是什么？欲、慧、害觉。那说和的话是欲爱、色爱、无色爱。南岸极热者，为内外六路处多诸利次者，为五欲功德。暗敏处者，为无明障蔽慧眼。众多人者，都是譬喻，众多人者为愚痴凡夫。流
佛教讲流的意思，这样讲未生死海，但他接着讲，终有一人不愚不痴者，为菩萨摩诃萨。杂含说的菩萨摩诃萨，有没有菩萨道？有。这里面种种的比喻，种种的灰啦、流啦、热啦、刺啦、暗啦、愚痴这些啊，唯有菩萨摩诃萨没有。杂含说的。那你如果不承认大圣，那菩萨从哪里？菩萨怎么定位呢？好，再过来。这个真一阿含哈，真一阿含那就多了啦，只是我稍微念一下哈，因为有人要否定嘛，但我想讲一下，如果你也相信的话，其实真一阿含那个菩萨法可多了。好，他说世尊告曰：我昔未成佛道时，成为菩萨。有鸽陀我，我尚不惜生命，就比鸽恶啊，鸽子。况我今日已成如来，能舍此小儿，令如食蛋啊！就是因为有鬼要食蛋小儿，那这种活你让我吃？他说我连鸽子都救了，你还何况小孩？我昔日成菩萨的时候，连鸽子都能救，现在怎么可能成佛之后连小孩子不救？不可能。真一阿含啊，那真一阿含太多，我就没办法一一举例的啊。另外还有杂含。好，他这里面讲啊，这里面的讲法最主要是另外一个观点，讲阿罗汉跟佛的差别，有几种差别。我们现在讲，就是所以我要讲说，这是一个逻辑。我昨天也讲过，不要把，因为声闻人经常把佛当大阿罗汉，对不对？他认为没有佛，没有菩萨。但问题，如果他是阿罗汉，那为什么大就算大小好了啦，那总是果上不同吧？是不是？果上不同，一定因不同。所以我们要把佛跟阿罗汉别开来。为什么？因为唯有别开来，才建立成佛之道的价值。成佛之道才能显佛的果德不同。那问题是，声闻法当中没有成佛之道。所以这个成佛之道一定在哪里？在菩萨道，如阿含经所说的，菩萨道习为菩萨，都是修菩萨道，不是修声闻，都不是修声闻。经典综合一切的道理，为了要取得佛的不共法，唯有菩萨道。我其实主论证在这里，那这个都根据什么？阿含经说的。好，他讲杂含，我告比丘，谛听善思，当为如说，如来应等正觉未成闻法，能自觉法。他没听，但自能自觉法，通达无上菩提。能自觉法就没听而能自觉，声闻法是有听佛说才那个，但佛是自觉法。好，通达无上菩提，以未来世开觉声闻而为说法，他能自觉而能为声闻说什么？为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八道，就是说我没有听法自觉，而能为未来世的比丘说三十七道品声闻法，啊，是名如来。声闻没这个能力，声闻当然能介绍三十七道品。你要知道为什么能说出恰当施设三十七道品，声闻人能依三十七道品来修，但声闻人无法遍观一切众生性，便能安立是五蕴舌处十八界。这必须要了解一切我空法空，一切法性才能巧施设，所以声闻没这种智慧，没有。好，应是名如来应等正觉，为得而得，为利为利益而利啊，没人利益他就能利啊，包括声闻人没有利益，我能利益他。
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就是能知道、能分别种种道、能说道，乃能通达道，故能成就诸声闻教授教戒，如是说顺心乐善法，是如来罗汉差别。如来跟罗汉不同，杂含说的，他没有把它等同。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证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来功德不要随意把它等为阿罗汉。有人有一次我在美国说法，有一个居士讲说，阿罗汉跟佛的差别只是在现前生的时候一样，不同，死后都一样。我说，如果只是我成佛到死这一段赢过阿罗汉，那我何必无量劫修那么辛苦？那没好啊，对不对？那怎么划得来？我等到死的就是一样了，那我何必在乎那一点点？何况我们已经解脱生死了，何必计较那一生后面后半生赢过阿罗汉？我们也不是赢不赢，是圆不圆满啊。所以你看，现在都用这种很怪的一个讲法哈。另外还有，何等为如来实力？为如来处非处，如实知，是名如来处理。这个是杂含说的，就是知道何则处，何则非处。处的意思是因果相当，善不会得恶，善因如果恶果对他是非处，因果不相当的叫非处。佛很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的，这是如来处理。好，再过来，如来怎么样？能以这个能以过去、未来、现在业法知因是报，如实知，就是因果报应，过去、未来的种种因因果果，他知道，这是如来力。第三是，他能知道一切禅定里面任何三昧的所有清净染污处，这是三力。四力是什么？能知众生一切根性差别。所以经典不是讲说有些阿罗汉能观五百世，有能观几世，但只有佛能遍观众生久远劫的根性。好，这当然是除了力之外，当然是智慧的通达。智慧通达在哪里？能观一切法空。所以你看那个《金刚经》讲，佛能知道所有众生里面所有的心念，因为他知道众生的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不可得，所以能遍知一切心，等于是能知一切法，一切法空，所以能知一切众生心。刹那之间，任何心念动，佛都能如实知。好，这是第四力啊。那另外第五力是那个知众生心念。种种义解如实知，能知道一切众生心念啊，这是第五力。第六力啊是什么？能知众生种种戒，众生依不同的心念、依不同的业报，产生不同的业报相，种种的世间差别，佛知。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个实力是只有佛才有，杂阿含说的。那问题，这样的智慧怎么修啊？我们来讲一下，实力是用什么修来的？当然是众波罗蜜，不然没有实力修怎么修啊？那阿罗汉没有的，是不是？这很明显讲到这里。另外这个讲是啊，第七啊是怎么样？这能知道一切智道如实知啊，就是说。人天乃是诸无漏法，怎么如是修、哦、道的地方怎么修道？他讲说通变去行自力啊，有一个名称叫变性智，就变去行啊，就是说如来了达人天诸去之道行因果，众生如何因什么因而产生的这个诸去差别、哦、道行修道乃至无漏法都能如实知，这是第七力啊。
那第八力是怎么讲啊？他说：“从一生至百千生，从一劫至百千劫，我儿时以彼身如是足，如是信，如是名，如是实，如是苦乐觉，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受分歧。我以彼处时，此处生；彼处生，此处死。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啊，所更悉如是知，就是一切众生。”过去百千生，过去无量这个因缘，这个众生因什么因缘到什么地方受什么报，有什么差别，一切如是知，救火。阿含经说，如是知这么功德神通广大，对不对？竟然不能从意下生。那如果你要降火定的话，这些功德根本等于是神话。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嘛，这种把神通都改为神话的是西方人的观念，因为他们站在他们的基督信仰里面的。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在看一切别的国度的，尤其亚洲这个地方的一切信仰的所有神通，他都把它当作是神话。他们不接受的，那我们也就这样不接受啊。你这么不接受，那什么道理不是都没了？超越三界，你连三界都不相信，你还如何超越三界？是不是？那不是荒谬吗？很可笑的啊！那再个，这是如来第八力，再过来护持如来以天眼净过人眼，清净过人眼，见众生。啊，死时、生时、妙色、恶色、下色、上色，相于恶趣，相于善趣，随业法受息，如是知。你如在此众生生恶业成就，口意恶业成就，毁谤贤圣，受邪见业，以是因缘身坏命中，堕恶趣，生地狱中，如来悉知。就是他的啦，能知道你未来要往哪里走。他也都如是知，好，这是如来九力。那如来十力啊，彻底知道一切清净，哦，阿罗汉也有这样。阿罗汉也讲：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阿罗汉也有，那佛也有，但这个在当然这个是大圣经论了哈。圣曼经讲说：说阿罗汉入涅槃是方便说。也就是说你还没真正彻底，因为上面一切功德唯有佛才有，所以才佛真正是什么？一切梵心已离。所以阿罗汉是一个烦恼已尽，一个圆满的词。但这个阿罗汉这个词用在佛跟用在阿罗汉，一个是就像高中毕业圆满，大学毕业圆满，那是针对高中生说圆满，针对大学生说圆满，圆满的词一样，但内容不大一样，是这样的。好，那这是我简单列出来的经典里面如实的说，佛跟阿罗汉功德不一样，所以我才会昨天跟他讲，像成佛的伟大，因为他有差别啊，还有四无畏啊，我们还甚至讲十八不共法。如果是依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讲的，还有四十不共法，那这个怎么？我现在先讲十个就好，免得人家计较。但问题至少不共吧，有不共果必有不共因，此不共因从哪里修？你总要交代啊。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刚才一路上这是我的论证，经典阿含经典所说的，是这般清楚的。阿罗汉跟佛不一样。好，那我们就要抉择出来，如何因行不一样？那声闻没有啊，只有菩萨行有啊。所以你火定的菩萨道，那你的火定的成佛之道啊。所以我现在等于是呼应了我昨天所讲的，刚才也说了。明明菩萨道才是成佛之道，你把它毁谤了，那就不断火种，是不是？我这样的论证里面有没有缺陷？好，你看我哪里有不足的地方，认为我这样的论证有 不,
不恰当的。就是说，第一个，经典里面谈佛跟阿罗汉不一样，但佛的成佛之道声闻里面没有讲出哪里是成佛的路，只有成阿罗汉的路，只有菩萨道有谈到如何成佛。所以离开了菩萨道，请问另有成佛路没有？如果没有，那你断它不是断成佛的路吗？这个坏，那成佛马上一个另外问题出来，成佛不能成佛，佛法不能立，佛法 不能立，佛说三圣法不能立，佛说三圣法不能立的话，众生无法闻法，常落黑暗。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经典里面它不是威吓 恐吓你、是你为什么毁谤大圣经典？你看阿弥陀经乃至这个无量寿经，它可以开出你五无间的人都可以往生，但谤大圣的人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是法源头，你谤大圣等于是把自己的船给砸破嘛，那怎么去？尤其什么叫大圣？简单来讲，昨天我们谈大圣之为大圣，就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目标的菩提心，这个才能跟就近清净的广大功德相应嘛。因为发愿成菩萨道的心量才能跟无量功德相应嘛，所以发菩提心才是往生的重大资粮嘛。结果我现在叫你不要发菩提心，不要行菩萨道，那不是断你的根吗？它的源头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他你所有的功德来源竟然从这里把你切掉，你就算无知你也被魔所利用了，不是吗？或者你现在讲，我就讲说，我如果我这样错可以，你另开一条路来，开出一个成佛的路来，开出成就，因为成佛路是佛法的最根源，这个成佛路一定要你要交代，你不能交代，你不能说我不管，反正大圣菩萨道是假的，那声闻有没有不管他，哪有这样不管他，你就耍赖皮了。你交代一下，至少有一个成佛的路，完了以后你要毁谤，我认了，至少你要有交代，是不是？这就是我一直在坚持，因为这是众生极重大的利益，而且是佛法的命脉所依。好，你把它拿掉了，何其残忍呢？是不是？好，这就是我所谈的。好，那这个是经典的证据啊。我刚才所举的都是阿含，所以你怎么反对我？所以有的人说经典有这么说，因为我当然是推广菩萨法为主，但我阿含经我有讲过啊，我阿含经有讲过几次，所以我知道阿含经讲什么。所以有的人说不是这样，我说那阿含经不是这样，我说阿含经有，我念给你听。那有的人信龙树菩萨但不信大圣经典，我说龙树菩萨不是你这样说的，他说哪有哪里有，我说我念给你听，菩提之良论中论，还好我都有讲过，我样样都掺一点点，还好都还记得。所以很多人的理解根本偏颇，讲根据往往自己妄想。所以讲龙树菩萨才没有说这些，我说龙树菩萨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现在很多人学这个初期大圣，认为说龙树菩萨怎么样，龙树菩萨就依大圣经啊，龙树菩萨就是依大圣经，不然你看大智度论那至少是般若经吧，他引多少大圣经，那十住毗婆沙论呢，那更说华严经，他你看他的论著里面，我因为龙树菩萨相关的论著我讲了，中论讲过，回正论讲过，菩提之良论讲过，这些很多我列都涉猎过，还好啦，所以我大概知道他有哪些面向。所以很多人研究龙树菩萨在反对念佛阿弥陀佛，十住毗婆沙论都不在讲阿弥陀佛，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说的引的很多是宝积经，
讲的是阿弥陀佛，讲的是一行道，讲的是般若三昧如何观相。我们因为我现在已经讲了，我现在正在讲十住毗婆沙论，我每一季会讲个几十小时，现在最近刚好告一段落，所以才出来，所以我知道，对，它里面谈到念佛的功德，你为什么要否定？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人在思考问题，就取某个大德的祖师菩萨的话，取他要的，那其他否定。所以现在的人学习态度傲慢得很，不能如实依教奉行，用自己的妄想，这个实在是你颠倒也就罢，问题是化为狂言，令众生失去人天眼目，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看校正，我们讲了，我们现在谈理，谈理哈。离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就如我讲的，如果我们在座，大家尽管提问题没关系哈，提什么问题，你们如果有听说大圣哪个道理是不合佛法的，欢迎你们提出来，欢迎提出来，就大圣的道理不符合佛法。所以你知道吗，我讲念，我是修念佛的，但我修的讲的念佛都是四谛摄因缘，因为我用唯识，我用中观来融到念佛。这里面你看，像毗昙里面讲什么叫念觉知，同一个毗昙讲到喜觉知的时候是讲念佛，如何喜觉知，七觉知，你看七觉知可以通到见道跟修道，七觉知。但他谈到念觉知的时候讲说要身见诸行过患，身见涅槃功德，这叫念觉知。所以在念佛里面核心的要领在哪里，身见娑婆过患，身见净土功德。其实他的，你看他的观功德，他两个是一双，就是我们讲的厌下心上，但现在讲净土人把它简化了，厌厌不彻底，心心不上去，就卡住了身人天。你要厌下心上，要能身见诸行过患，能身见什么娑婆过患。所以它的核心原理跟我们如何跟我们不一定要修正到圆满，但原理一样，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厌，因为你没有技巧你厌不下去，所以厌不下去你无法离娑婆。这个厌的范围，就厌的道理就很多，如何观无常苦空，是不是？我们其实经典里面很多开示其实都隐含了如何身见五浊恶世过患。这个厌要厌得下，这个厌得下绝对不是情感的厌，一定是什么用智慧抉择。对，现在很多人说不要听经闻法，就这样一直念，又是另外一个遮众生的慧命的。因为他如果没听经，有的人听了一大堆都是文字，当然没用。但如果没有开解它，就好像说钻石跟玻璃，我怎么挑啊？我常讲，不要讲钻石了，我们讲说水晶跟玻璃啊，如果让你挑，你大概都挑到玻璃了，因为玻璃比较好看。一般，你总是要有技巧，否则你会挑错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说看到玻璃的没用，能看到水晶的好处，这能干嘛？当下立判，伸手马上拿水晶，不拿玻璃。你跟我讲说，我厌玻璃，我厌玻璃，碰到境界厌不来，因为你没技巧。我讨厌娑婆，我那是嘴巴讲了，你从来没看到娑婆的过失啊，你怎么放？我想我要往生净土，我很多人念，我念了几十年，到最后讲说，念阿弥陀，干无。我说你早不问，你现在要死了你才问，你当妈临终了才问说到底有没有净土。我说哎呦，这你该好好揍你一顿，你早点问，你现在来不及，我现在怎么跟你解释，对吧？我讲到一半你气就断了啦，
对不对？我怎么讲哦？这个没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就已经讲到这样，就是其实修行是何等踏实的。所以我也在这就是现实例子，很多人念佛念到念了几十年哦，生病起来帮他助念，他说吵死人了，吵死人呢。拿黄金你会不会吵死你？黄金铺地当然多多益善哦，他念原来念假的。这个例子我听多少，有的人学佛一个月就能一心，几个月就一心，有的人学了几十年竟然说很烦。这问题在哪？智慧嘛，他没抉择。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其实充满了这些道理。所以有的人讲净土法门多殊胜多殊胜，你讲到让人家怀疑。所以有人要讲说净土法门是不是活说的，你试看看，不然你来问我。我不敢说我行啊，但至少我站的是四谛十二缘起的道理。为什么要不能厌离娑婆，就有爱取有，有爱取有就有娑婆的生老死。我不要你断，但至少现前那一念不要对世间充满爱着，这叫厌离。没有说我要往生，但对世间一切是厌离的那一点点，其实我讲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昨天有没有跟他提，我们那个短期出家的都比真出家用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只要熬过三十天，第三十一天就可以回去干天使了。而且他是短期出家前所有可爱都已经关上保险库里面，门该关的关，瓦斯都关，什么都关，记得短期出家回去，这些可爱的不能消失，所以他所有可爱都保护住，所以他很敢修啊，不是吧？那他再怎么修，反正我心里有数，再怎么修，可爱的都在，怪不得他那么精进。像我们啊，真出家了，没几天就很累了，因为没什么好可爱了。开玩笑，所以你不然真出家一天看看，我们的短期出家的简单啊，对不对？因为再怎么出家都想到回家，所以短期出家是等于是长期八关斋啦。哪有真出家？真出家就真的舍。当然有的人短期出家是因为他因缘不具足，但真的处理有可能，但一般来讲。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短期出家好勇猛哦，好惭愧哦，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都保护好了，所有可爱都保护好，像我们是已无后退之路啊，开玩笑。像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我说像很多当然是杂谈啊，像我们就在谈很多东西啊。你看今天如果你自己不能站在佛法的根本意义上，当然人家会反对。所以净土在哪里？你看中峰禅师在讲那个三十细念，讲什么叫净土，何谓净土？就是无众苦。什么叫无众苦？你看啊，无名行色，名色六路处受而已，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理解？从苦理解，一大苦聚集，遍身世间，就像八世唯识所说的，所有根生气世间，无非这个染污的阿赖耶识所现出来，一切是什么？一大苦聚集。所以了解极乐，应该从众苦去了解。众苦了解以后，你把它反过来，没这些众苦叫极乐。所以一定要了解苦集，你就知道极乐其实就是灭谛的意思啊。念佛的功夫就是道谛啊，道谛的用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厌离什么苦集，对不对？四平八稳一点都没问题，要讲三十七道品可，对不对？四谛十二缘起都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在校正当中啊，我希望大家如果有
时间到，哎，哦，你们那个钟走得特别快，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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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哈，我们现在这样好了啦，那有问题大家尽管问啦哈，啊，如果没问题怎么办？继续讲，哎，好，那有没有问题？哎，我们其实最主要是大家有问题尽管问，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有受到这些影响。那在这个影响当中，如果我们有疑惑，哦，我们不能解决，那我们无法信受。那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观念，认为大圣是佛说，因为当你有疑惑的时候，我们讲疑法、疑思、疑自己的时候，就很难一心不乱了，会影响哦。因为一心不乱是心跟法完全合，你一心就是没有恶心的意思啊。所以尤其念佛法门，它最重要的是抉择的一心，它不是求禅定的一心。那我们为什么禅定是辅助你那个抉择还不够，来用禅定来辅助？所以我们那个一心是一种信，自心信乐，信乐是抉择，由信而意乐，所以才一心不乱。所以那个抉择很重要。所以当你的内心对法疑的时候，那个抉择是无法确定的，哦，会动摇的。你平常散乱是没问题，当你在念到里头碰到那个关键处的时候就动摇，你会感觉这杯是什么水？你怎么知道？你倒的。是温水吗？你们看是温水哈，刚还没看的时候是温水，因为猜是温水，但你有看跟没看，你会感觉你的心力不太一样。一个是眼睛看，有一种你发觉有一种确定，对不对？你刚才没看它是一种推测，虽然很笃定，跟和你直接看是不是不一样？这个信念是不是有一点点差别？因为你信得过跟信不过，你虽然玩大部分信，但有一点疑惑的时候，其实是你看。哦，是水，你看那个心念的感觉跟那个应该是水不同的，是吧？应该有极乐世界跟有，那你知道那个感觉不一样的哦。当你如果相信，像我们现在诵阿弥陀经，是不是在相信又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你会觉得好像是你到那个人家那个房屋中介啊，拿出相片来，你最近订的房子就是这间，真的，哎呦，好漂亮！看哪时候早点搬过去。所以诵阿弥陀经是不是充满，就是他是欢喜的，我将自处此处。看我们现在在念的时候，就喊阿弥陀，念完，他是他，我是我，和我没关。可是我们去看那个人家那讲说，你最近买的房子就这样，我们最近整修成这样子，你看有莲花啦，黄金铺地啊，你看，七重行树，你看多好，你看最后，而且这种冷气很凉哦，不用电的哦。啊，我们里面那个 SPA 那个哈，水哈，要冷就冷，要热就热，随你调整，而且还不用去控制，只要啪啪，它就该温就温该。他说哪有那么好，有真的有真的啊，那我就才用多少钱就买到了，值得，就这样啊。所以每次送到阿弥陀经好欢喜啊，就觉得身如极乐净土，会不会这样？就是这样啊。其实我想这就是信不信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当这个法一旦动摇，你以为你没受影响，有，这影响很大。所以我知道在修的过程里面这个维系的影响很大，所以我才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叙述。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你说经证我已经以阿含，教证你们提出来看哪里？来，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啊，没有的话我就继续讲。哎，哎，有没有什么认为？哎，好，哎，听一下。哎，阿海阿德。现方面的一个问题哦，哎，因为我是听一位法师有讲过，哎，那这个一般文献里面呢是讲一个大乘经典嘛，因为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哎，那在结集经典的时候，那五百罗汉，哎，那么五百个人呢对否决权，如果有其中一个罗汉认为阿难尊者所讲的话，他没有听过的话，他就可以把他否决。
觉量。哎。可是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所以就是因为有些罗汉没有听过，哎，佛陀的两个经典，就像在《法华经》里面，哎，五千比丘会师嘛，哎，对。哦，那么有很大可能，那五千比丘有几个人就曾经参加那个结集经典的，哎，那么他举手说我反对，那么大乘的就没有被文献的记载。哎，这样解释有可能吗？好，那请问他现在讲的是根据哪里？你挖我的根，我也挖你的根。请问这些话是谁说的？根据哪里？根据阿难那时候五百比丘，这些谁记载？我还是问你啊，就是说，你当然是先接受他的文献可靠性嘛，才说当初没有啊，现在我不是。因为你把大圣讲的大圣菩萨上的结集你否定了，其实有没有在哪一个经？我们有阿难结集，有，但他认为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结集，他不是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结集，但你把他否定，他认为不是结集，所以他认为谈到菩萨上的结集，他把他否定了。好，那我同样问你，你现在讲说五百阿罗汉的这个情况是谁记载？你如何证明这个文献是客观？你看，你这个文献的肯定是不是只有声闻法、声闻人在决定的？本身它就是否定的，甚至传来以后，他们不受用嘛，所以他们在采用的时候本来就不受用。像现在很多国家，它本来过去是佛教的地方，但它不受用，所以它在选择上，它会把佛教的历史故意怎么样？把它忽略掉。好，那我现在同样问你，请问现在所采用的这一份资料，我们一开始是接受你这个看法，但我现在不是，我就是用文献的角度说，谁证明你现在讲的这个文献是可靠的？谁证明？还是你自家人证明，不是吗？那我证明的你不相信，那你证明的我为什么相信？我明明有大圣的结集，而且这种大圣的菩萨当的结集是以佛菩萨、诸菩萨合合在一个地方所结集，它不一定要在我们所谓现在的某一个地方塞在那里。菩萨法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你照你这样讲说，有没有维摩诘居士？当然，照他这样讲，龙宫也不会有，维摩诘居士也有，因为你完全不相信他，因为你采用的是西方人，凡是所有神通的都是神话，都不实在。他要的是世间人的那个资料，但问题这个世间的资料是谁留着？你为什么只采用他？凭什么认为现在留下来这个文献是绝对可靠的？那还不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你容许你这个文献是可靠，你为什么不容许我们经典处处在在那么多大圣经不就是文献？你就非得把用你的立场否定完了，然后就认为你这个立场是对，那是问题。你能不能拿出证明你这个现在的这个观点是谁证明他对？那只有南传法的人他在接受这个观点啊，那我们北传法明明在接受另外大圣，可是他偏偏站在的观点否定你。那好，那我也同问你，你这个观点是依什么来？你有谁来做一个更客观的？那不然拿出录音来啊，那这下麻烦了。所以这个结集乃至结集哪时候到最后是不是在南传里面是不是有不同意见？连佛的出生日就已经搞不定了，那你谁准？很简单，把杯。那么还能怎么样嘛？对不对？那你所有把那个神通那种真正圣者直接亲见的，你都把它否定。所以这种否定都是用世间学者的角度，他完全否定圣者的那一份直接关联、直接的智慧的关联。他完全否定那一份超。一不是世间法约束的，我不是讲吗？昨天我讲文献的东西描述出来是这样的共业众生所看的共业相，但你把那个不是共业众生的另外圣者所见境界，你完全把它忽略掉。问题佛法的价值偏偏建立在这里，你一否定没了，是不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再证明，你跟我证明你现在所采的文献是绝对可靠，谁证明？那你如果认为
南传的经典证明的对，那我为什么北传的经典你都跟我否定？那我北传经典明明讲哪时候说的啊？一时活在社会国，其数几孤独言，这不就文献？你说那个编的，那我不是讲说那个不是你编的，你怎么证明？同样的问题都落入同样的问题，所以他这种在采用完全一开始就已经设定立场了，所以他有没有办法证明？那如果能，他有一个客观证明，为什么南传很多人对经典的结局意见不同？那如果一样，怎么会不同？乃至包括戒律，包括很多法的传承，各个部派到最后是不是分歧很多？那标准在哪里？那还不是依你的传承？这就是历史现实。历史现实能代表某一，我只能讲说，如是我闻，有一类人这么看，对不对？不知道。的确有人这么看，有这么说，所以我在了解经典，从不依表面文字，我依什么？依法，三法印。所以像在经典《金刚经》讲，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不是佛法吗？迷则轮回，觉则佛道。所以我们到最后，你用这种讨论到最后都会落入死胡同。你问我这样，我问你这样，你刁难我这个，我倒样同样用。有一次我在大学，我选修一个佛教，不，写一个比较宗教，刚好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去讲他们的思想，讲完了以后他就在批评佛教啊。其实那时候我的口才很不行，我讲得很紧张，但我很气愤，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就举手，我说老师，你用这种观点来看佛教，你能不能用同样观点看你们基督教？就是说公平啊，我没有要求你用另外，你用这样的角度在看佛教的时候，请你也用同样的角度看基督教，请问基督教如何？他不能回答，他知道不要再继续批评了，底下有人不同意见，而且你的论点有问题，是不是？也就是你站在同一个东西，我也同样的观点来看你的时候，你这种观点，你站的资料的可靠性在哪里？那如果我那么多的可靠性完全是被你用你的主观观点把它否定掉的时候，那我也同样问你，你的资料所站的可靠性谁证明？谁证明？一样啊，你还是没办法证明啊。所以才会出现像日本人的阿含中的阿含，那不是一直否定下去，到最后唇亡齿寒，钱亡。就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什么叫佛法？凡符合三法印者是佛法。同样一个世间法，用三法印解读的是佛法，不一定要活说的。虽不是活说，符合佛法的是佛法，这是佛法的道理。有佛无佛，法尔如是。佛讲的是智慧，不是那种宗教的执着。所以现在弄到这样，所以我说我也可以反问啊，那你能回答吗？其实我告诉你，我这样问跟他在反驳大乘法的态度一样，我只要问下来同样都不能站立，对不对？现在的资料都是辗转2000多人一直延续下来，可是你看哦，我讲的是大乘论还比你早吧，你现在还是最近100多年做的研究。那无着菩萨是不是真实存在？你也承认啊。那无着菩萨讲说我是一大乘阿基摩，那你又怎么又否定？分别功德论里面又讲了，当初大士藏已经在，你又要否定？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那不管你说有没有在，阿含经有讲菩萨有吧？对不对？你说急不急不结集？我不用啊，我就看有没有菩萨法就好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依菩萨道成佛的，这是阿含经说的啊。那你不能否定嘛？你的否定是极为偏颇，而且极为武断。我能肯定的东西是跟你一样的立场，到处都可以肯定的哦，是不是？所以他怎么去反驳？那你说没有大乘法，那菩萨是哪里来？而且是十力是从哪里来？你始终都没解释这些问题啊！而且这才是佛法最核心要的重要啊！结不结集？我好，我现在
也不跟你谈这个，我只是说没关系，有结局都没关系的，有结局没关系，那怎么成佛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人修行最重要是有用嘛。你跟我讲怎么成佛，我现在人快死了，你不要跟我讲药是哪个药厂的，能治病就好，是不是这样？我拿那么多闲工夫，我们家老菩萨也不问药厂那个的，他们有药就赶快吃的，对。你跟我讲有没有结局，没关系没关系，我讲成佛就好了。我直接用最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就讲说有没有大小乘，我就拿一个理，火大不大，大过生阿罗汉吧，大好，那我想做大的，那不叫大圣。我连跟你意气用真，都意气之争都没有啊，是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活大过阿罗汉啊，那我想当大的不行吗？我就想成佛啊，那不就大？这就顺着你刚才说的啊，我有没有额外去那个？你自己说那个谁大谁小？那我不想只成阿罗汉，我想成佛，当然是大乘啊。到现在我说我这样的谈法，他们能活定吗？经典如此，那个的话，你谈的就是。依着你所认定的文献去做你自我肯定，老实讲只有做这个事情而已呢。所以现在我老讲，我只要站在一个论头，你的文献我保留，那不是全完，是不是？谁跟你讲那个文献是经过有公家证明吗？谁证明的？那还不是你这一群学者累积成一股气势说他是对。我现在偏偏站出来，如果要用这种态度，那大圣经所说的你要接受，你都不能接受，你要质疑他，我同样质疑你，那你来证明你的理论何者为对，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哎，好，这边，哎，太好了。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对，那就是我们谈到说这个阿含经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成佛之道。那我们常也听说，就是阿含经里面的所谓的古仙人之道，那就是指这个八圣道。那这个算不算是成佛之道？是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问题里面再延伸，那阿含经里面也提说这个十波罗蜜，那这十波罗蜜算不算是菩萨之道？对。OK， 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很好。那第二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说阿含经是没有成佛之道的这个理论的话，那是不是也同样的，或者说间接的说，阿含经和一般所谓的大圣之经，它的地位就更下一层，就是就被贬下来了？好，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哎，很好。你注意哦，这个时候要在印度论师啊。他们经常引契经，契经是什么？就是阿含，包括这个阿含，所以他们从不否定，他们认为这是佛说的。所以八正道是不是大圣也八正道？是，所以他不会否定，他是成佛之道。问题是你解的八正道没办法成佛，是你解偏了。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当然这个是大圣经论，但他的讲法就是这样。声闻的生灭四谛，就是天台也是啊，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都是四谛，都谈的是苦集灭道。但我把苦谈到什么程度，把集谈到什么程度，各个不同。我今天按在这个程度上谈的苦集灭道，跟我以分段生死为所依的苦，难谈到变异生死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哦。那是不是变异生死是不是苦？分段生死是不是苦？但我们讲分段生死的集是另外一个面哦。我们讲变异生死的那个集是烦恼是另外一个面哦。我们所证的灭就开始变成什么？有不同的灭哦。一个是方便的，一个是究竟涅槃、无住涅槃、生死涅槃哦，生死即涅槃的大涅槃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阿含里面有没有谈到不爱涅槃？有，阿含，
阿含的很多思想跟《法华经》是法住法位，跟《法华经》一样，但问题声闻能不能解出来？所以在整很多大圣论里面谈到，就是说此契经真实秘密意是什么？不是声闻能解出来的，是唯有大圣菩萨的精神才能恰当解阿含经。所以阿含经当然成佛之道，都是以佛的智慧。问题主对机，因为它主对机是声闻，但声闻能解的就那个层次。所以后来天台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他说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有一个大一个长老跟我，他有一次每次见到，因为他知道我曾经也讲过天台，他就有意无意就讲说哪有四个佛，就一个佛啊。那我说算了，我不跟他争。结果第二次隔了好久又去见他，他又跟我讲一个，好像故意踢我这个馆。哎，我说啊，其实因为我怕他误解别人，或者你讲我怎么样，我不在乎。我说哈，长老，天台没有说四个佛，他就一个佛。那为什么有藏教佛？是藏教的人看佛看成藏教。同样一件事情，小孩子看的心理的认知跟中学生、大学生、大人看的不同，这不是那个有问题，是看的人问题啊。接引的方便不同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所以天台后来讲什么？藏即是缘，通即是缘，藏教也缘哦，他从来。不像我们有的人说哎呀天台火定阿含，没有，藏即是缘，只是主对机是应声闻，但真实内容是佛的智慧。是不是说法是不是有应机的表显 表的问题跟隐的问题？所以后来这个其实在他们都谈得很清楚，有秘密不定，就是说我同样讲一个法，世间人我们知道我有时候主对机，但我在跟你讲的时候，其实我是在跟他说，是不是？同时我要是在这个法当中，我观察到不同根性，我是不是在说法当中会处处照顾到我？会不会？我都会，他怎么不会？你看说法的善巧。所以一个法表现的是跟小孩子讲，像有时候我在我们诵戒的时候都会训诲沙弥跟居士啊，其实同样主对机是沙弥居士，说的是全体僧众在听啊，对不对？我们诵戒的时候训诲沙弥居士的时候，训诲的时候当然是面对跪着的是沙弥居士，说的当然是全体在听啊，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阿含，阿含是活说的，当然是清净的，是唯一正真之道啊。为什么苦就这么苦，集在这里，除此之外没路，这叫唯一真正之道。古仙人机，古仙人道，他就是这样，绝对没问题。所以你看我那时候在讲阿含的时候，我讲九讲，每一讲都含很多经典，其中第九讲就是阿含经跟菩萨的关系，而且根本通在一块，根本通在一块。另外一个问题是吧，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答了。对。那师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谈到说这个阿含经的它的那个修行次第，或者说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成佛之道，那和我们所谓的大乘经典的那个所谓的成佛之道，它在那个教义上，他们的那个差别在哪里？因为我想可能不管我们今天怎么说的好，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可能有很多星星种种的经典，可是对于一个佛教徒而言，我们还是要能够掌握到他的那个精髓，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或者我们才能够辨别真伪。那就像师父刚才提到的，那么像是佛教之类的。对，好，很好很好。哎，其实阿含里面你主要看了，我说实在，以我在看阿含，我没有任何障碍。我不是我自慧，就是我不会产生这个法上的分歧，我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那我现在讲说阿含经里面，它最主要它是直说理，因为它的结集当初是这样，所以他在谈的时候啊，这个悲心的部分啊，在真一阿含会有，但其他阿含相对弱，这个也是累积的，因为阿含不是纯粹活说，其实也是人个人的习性所结集出来的。当初佛没有集我们现在的大正章那种的，没有，它也是一种累积的。所以说法有时候这一部经跟那一部经其实是相通的。我刚才讲那个几孤独长者啊，同样阿含经就有两本，那我相信不是佛几孤独长者只死一次啊，他不可能去讲两次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不同的结集过程进来，不是同一时的。你看他就很清楚，所以不要以为结集，那结集其实还变化很多。因为你看阿含经重叠的很多，你看我们讲那个法句经，法句经我讲过，南传法句经跟北传法句经被它有重叠的地方，但北传法句经可丰富了，更多，那里面找不到。但其实它的结集过程，也就是说，这个结集也不是当初阿难那时候的结集，是慢慢累积出来的。这个东西一直在发掘出来，因为当初的因缘，当然现在是依这种说他们几个人结集有这种可能，但其实很多东西后来是一直加进来的。好，我们知道每个经典里面，它自有它所对应经典意思，所以说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道理上也能懂，比如说。我们如果越来越清楚，比如说十二缘起，我们先不要谈其他的，我们谈十二缘起好了。我们发觉十二缘起是三圣共有的，但现在有些法师认为三圣共有的地方，这是他认为修行应该从三圣共有的这个地方下手，不是。其实在佛法的根本意义上是一开始，假如就像楼树菩萨讲，如果一开始能修菩萨道就修菩萨道，不行退而求其次才讲声闻缘觉，它是交集，但不是法的根本，不是法的基础，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三圣法如果可以一开始就发菩提心的，不行才退而求其次，并不是一开始先修声闻啊。因为在经典里面，因为你修声闻容易啊，不能发动起来，这在《瑜伽师论》就讲得很清楚。你回小向大，你有余涅槃的能回小向大，当然是断生死了。但其实要修菩萨道，相对比初发心的菩萨难。但如果入无余涅槃，那就很难回了。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一些道理，所以我们要看来讲说。在很多经典，它印积在过去累积下来的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先从法理知道。当我们知道众生相是如何的时候，我们知道苦集，也知道苦集，所以我们会生出一个什么？如何从破除我执？因为我执在十二缘起里面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那我们在了解我执的时候，发觉我执必须依着法，这叫法执。但因为我们急一个想解脱的时候，我们会讲只要断我执，法执我不用了。所以在十二缘起，它不能彻底。他只能彻底十二缘起里面所生的我执我，所以他只要能了断生死就好。但他了断了这一分段生死的时候，下一个生死没办法，所以就也就是阿罗汉跟火的差别在哪里。那后来像我们在谈的就是说，那如何让自己能就近圆满三藐三菩提，那一定是在生死在有为法，就像中论讲的，一定是在因啊。从那个世俗地得第一地嘛，因为我们所谓得第一地是在世俗法里面体会众缘，才知道它叫无自性。我们昨天有讲说，观空不是有空可观，其实观空是观自性，但我们变形自性法在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时候，五蕴法变观一切法的时候，找不到自性法，这时候自性法。不在止，这叫观空了，并没有空好观了，所以中论才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嘛。好，所以这时候为圆满一个空，一定不离开缘起法。那缘起法在哪里？就在生死中。所以为什么后来菩萨不马上断？是因为他未曾究竟法空，所以他必须要在生死，生死其实就是缘起，
并不是他爱生死啊，其实他就是利用既度化众生，又能淬炼一切缘起空义，让他更彻底。所以以菩提心相应，再过来悲心不舍众生，再过来为成就一切法空，所以他必须怎么样？不能马上证。所以在《菩提资粮论》，龙树菩萨就讲说，入无为正位的哈，就没办法修了，你看就卡住了，因为他就停掉了。就是这个看法，你看，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的讲法，跟瑜伽师地论唯识说的一样。有中跟空中，其实没有所谓有中空中，是后面的硬把它分的。他也讲入无余涅槃很难回的，所以有余涅槃的时候，那个瑜伽师人讲说，菩萨不，这他回向回小向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会方便示现入无余涅槃，但不是示现，不是真入无余涅槃，他就不再入无余涅槃，他不再入了，因为他在一旦入，他的修行就停止了。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开始很多经典他谈到这里印这个机，谈到这里看到这个机，但我们从缘起里面看到如何才是真圆满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凡是顺向三法印一时相应，都三法印是实相应，是不是一四地，是一十二缘起出来的，是，但这里面就牵扯到我能不能看到究竟的空义。所以后来当声闻人认为生死有涅，生死跟涅槃分开的时候，龙树菩萨在大智论讲说，讲生死及涅槃是大圣道。为什么？这不是狂妄，因为如果生死跟涅槃分开，表示法有对立，那就是不是空哦。因为唯有生死是有，涅槃是有，生死不等于涅槃。如果生死是空，涅槃是空，生死及涅槃。所以中论里啊，如来性是世间性，所以也这是阿含里面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了解为了圆满菩提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很多经典都不会离开四谛十二缘起，但我们会开始看哪些东西是究竟的，乃是有些东西菩萨开展很多方便的时候，每个方便都是什么？为了气象实相。你注意看，所以我在讲说戒定慧三学要不建立在三法印缘起的四圣地道理，这个戒有人持戒持到定狂妄去了，有人持修定增长爱取有，那一定不是正定，懂吗？有人玩弄定，喜欢在那里炫耀定，这就是爱取有，这样的定再伟大也不过是凡夫一个。为什么？背离缘起法。那我当执着涅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最多声闻？所以阿含讲不爱涅槃，若爱涅槃，又是另外一个颠倒，是吧？你看那样《金刚经》也都一样的道理，他说出国人、二国、三国、四国都不说他正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放下，他是观不迷才叫正，绝对不是有取才正，是舍一切的颠倒，也不是有东西舍哦，是觉悟不可得，所以他所觉不可得的部分到觉到哪里分果位差别，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谈的菩萨讲的是菩萨法，举的是四果的道理，但都是不可得，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所差别，无为法但却有差别，有声闻四果差别，也有声闻菩萨差别，都是在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整个核心的架构是在十二缘起四谛的道理。以后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里面为众生不同众生开出种种方便，但这个方便要是不能顺向这个道理，就走向随便。那你如果讲说我开再多的方便，始终都知道我方便不得已再方便，不得已再方便，为什么？因为众生愚痴，再方便，但我虽开方便，但我的路很清楚，是相是相，这个时候这个方便叫方便。如果你背离的缘起，背离的实相，这个方便就是胡乱，是这样。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到此，明天继续。我们现在华山论剑。
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